最后我们来看题目，他说这有一个铬酸根加酸变成二铬酸根重铬酸根加水的可逆反应平衡，他就问你向左向右颜色变化，这一题的题目上没有给颜色，所以表示就是你要背颜色，谁是黄色谁是橘红色，那向左向右是所谓的勒沙特勒原理。好，来，我们加入盐酸溶液，就是有氢离子，因为盐酸是酸，会解离出氢离子，所以氢离子变多，所以左手边的会变多，多了就送人家，就往右边跑，所以呢，取有余补不足，反应就小又进行，就会从铬酸根会变成二铬酸根啊，所以反应朝右，那颜色是背过的颜色，它就是铬酸根黄色，铬酸根重铬酸根橘红色，所以从黄色会偏向橘红色，所以答案就选猪，答案就选猪 ，OK， 好，这、就是简单的例题，勒沙特勒原理，然后颜色要背。停车站借问是锈水，那这个也是没有给颜色，你就要背锈水的颜色啊，谁是无色，谁是暗红色，然后呢，反应朝左朝右，就是根据勒沙特勒原理来知道反应朝左还是朝右，然后颜色是要背的，然后我们就找人来问，停车站借问，要找大帅哥吗？好，找大帅哥，大帅哥叫你们班有35吗？没有，你们班没有35号，30号大帅哥，你不是31吗？30，猪，你选猪，你选猪是啊，请坐，你选的答案叫做猪。好，来，加入酸就是氢离子变多，所以右手边的氢离子会多，取有余补不足，多的送人家。送给人家丢过去，所以反应就朝左，然后背颜色，锈是暗红色，锈离子是无色，锈分子是暗红色，锈离子无色，所以就从无色要变成暗红色，所以呢，答案就选猪 ，OK， 好，下面最后，请问你这混在一块，谁会有相同颜色？这里其实可以用猜的。搞不太清楚勒沙特勒原理什么之类的，你用大概随便猜一猜，你大概也会猜得出来答案是谁。你大概随便猜一猜，你也知道答案是谁。好，用感觉的，凭你所背过的一些东西，你就大概就知道了。好，请问你这个应该是谁呢？来，要大帅哥问完了，就要换可爱大美女吗？大美女，大美女叫做本号，把又是8号，8号起来。起来，8号起来。答案。不会。五，他不要叫。C， 永田说 C 吗 ？C， 请坐。你答案选 C， 有人告诉你答案 C。这里方程式，这里就是这个是我说过你应该要晓得的方程式。铬酸根变成二铬酸根，那勒沙特勒原理，如果你加酸，就氢离子多，多了就往右边送人家，就朝右，会变成橘红色。那如果你加碱，你加碱就氢离子变少，少了跟人家要，反应就朝左，朝左就变成铬酸根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呢，加酸加碱的一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丙是加酸。然后呢，甲乙丁加碱，所以我们就答案就选 B。我刚才说你不太需要知道勒沙特的原理，原因就是甲是加碱，乙是加碱，丙是加酸，丁是加碱，那谁会一样？但是加东西一样才会一样啊，所以加酸会一样，加碱会一样，所以你搞不太清楚勒沙特的原理，不知道它朝左还朝右，你看到它的加酸加碱，你就会判断出来答案应该是谁了。所以我们就选的是甲乙丁，答案选 B， 可以吗？可以，很好，就教完了，请写课堂练习。